有，这边是看洋芋，洋芋干子。我看一下，我看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啥子感觉？有点紧张。有点紧张？没得事。我抓了。你抓子？就是。要得，你看洋芋铁婆娘，来我哥，一手。来了来了，老子比你还紧张。哦！快点，快快快，他们在干嘛？他在想今天衣服没穿对。你不是一直说我很少跟你制造惊喜，然后我就在想，趁着旅游的时候把这个惊喜给你。然后选了一个有夜景的地方，所以，呜呜呜！愿意这样和我？哇！你愿意你就伸手。一般是哪？一般是左手。你为什么不哭一下？他觉得自己衣服没穿对，所以说我都猜到了，对吧？看一下，来，满意，录一个，有证书的，好吧？好多好多可怜。哎，你不管，是不是？我还了解你，我一来你走过来，我说他在想他衣服没穿对，我是不是猜对了？你被蒙蔽了。老子干的不活，你还晓得吗？你买回去算了。不是，我真的想给你们看那个短信。上来之前已经把我骂的，就是。怎么了？就是骂的。刚吃上他就说。走了，不要生气了。准备了很久了，准备很久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在场的很多人都是来日本之前我都通知了。对，我为什么定28号？我看黄历，我们来日本那么多天，只有今天适合求婚，另外一天都不适合。那我出门你怎么不干扰我穿衣服？我如果干扰了，就没有惊喜了。对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不是，结婚的时候你肯定就穿好看就行了。Yeah!